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是熊哥。熊哥今天用的这个是 AG 系列最新的台子，就是 MK2， 这个是 H03MK2， 当然也有 H06MK2， 也就是二代的 AG 的调音台。你看那按钮都变得不一样了，它多了可以从以前过去，如果说不跑这编曲程式机架的话，可以从电脑装这个 AG Utility 去调节它 DSP 的参数，但是这样子孔就被占走啦、啊、那占走了我怎么调节嘞，对不对？它现在可以装在手机上来做一个调节、哦、那熊哥现在是接的是 iPhone 用 OTG 的方式，那目前麦克风是用这个 GBB58、哦、就是一支无线的麦克风、哦、音质非常的好、哦、如果唱欢歌啊这些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、哦、这个麦克风音质很不错的、哦、好，那最主要我们麦克风接上去之后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左边的这个推子啊还有增益，我们要调到一个合适的增益，让我们讲话、啊、唱歌的时候不要闪 pick 的话就爆了、哦、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。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接的是 OTG， 纯 OTG 接 iPhone，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streaming mode、哦、这个 streaming、哦、你要选在 input mix 的地方，就是把所有的通道都混起来、哦、混起来输给这个 OTG。 好、哦，最主要就是记得不要选到那个 loopback， 它就是内录。内录的话，你手机放出来音乐会在内录，会再叠回去哈。好、哦，这个不要选在这个 loopback 的位置，要选在中间。那再来就是下面这个电脑跟这个有没有手机的图示，这个声音大小开在这个三点钟的方向非常重要。你没有开的话，你会听不到你手机出来的音乐或伴奏。再来就是，我们右边当耳机有接好的时候，右下角这个耳机音量就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合适的位置哈。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是，它上面有一个那个 mix minus， 这个是一个监听静音的功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按下去，因为我们的这个 mixer AG 出来的结果给了，比如说欢歌好了，欢歌把所有声音在欢歌里面咪好之后丢回来，你这里没有按下去的话，你就会听到两个声音叠在一起、哦、会叠在一起，所以一定要按下去把这个反声声卡本身这个调音台的反声先关闭、哦、那熊哥等一下用欢歌录一首然后给大家听听看、哦、这个一定要关闭。再来就是如果说你们要用这个 AG 上面的混响来叠加的话，那记得它有一个压缩Compressor EQ 跟 Reverb 这两个可以按下去、哦、这样就会有这个混响的效果、哦、那等一下你们听听看。你的样子和名字在我脑海久久不能离去，一起熬过的幸福任何东西无法代替。我也曾想放过你，可是思念又何曾放过我。窗外飘落的细雨是我想你的泪滴，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没资格，毕竟深爱过退一步却又舍不得，最痛苦莫过于爱不得忘不舍。后来你的一切我都已听说，听说你也曾为我伤心为我难过，我才懂得当初你有多爱我。